天地有情，人生无常，就像一场棋局，让人睁不开也逃不脱。究竟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机会的抉择，又或者是另有诀窍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人生就像大富翁，不是命运就是机会，年轻的你该自己掌握，每走一步都是挑战，只有无限的创意才能自己超越自己。